就是这样的人儿，太实诚了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嘴上说的给老妹儿你用的是别人生的低毛，其实姐给你借的这都是好毛。咱们普通价格呢就是一根98，但是老妹儿你这么照顾姐的生意，姐必须的得把这价格给你打下来，咱们两边你看是不是接的平平白白的，给你疏导疏导。这传媒这边了，这次的价格绝对太划算了。